早上没飞，我现在在等。我的是两点的了，我早上没飞。对啊，嗯，今天起雾，有可能没飞，啊没飯怎么办？明天早上过去，查一天。查一天啊，查星期四啊，星期三、星期四，这样可以这样够吗？三四就三四早上第一班飞机过去。 因为下午还一班哦，我还在等。如果真的没飞，就是第四班，那最后一班的。他会去补这一班，对啊，这一班或下一班的。嗯，应该会，那可能是冷空气下来，所以起雾了。哈哈哈！地球快爆炸了，这时候脑袋起雾。 如果真的都没飞的话怎么办？就回去上班，还是去查别间？哎呀，马祖今年一定要查，就是今年一定。<笑>好吧，如果真的明天早上去，那一样礼拜五来了，可以了，两天应该就够了。嗯，好，OK， 那我看怎样，我再跟你说。 Thank you.
乘利荣航空 B78759 班机13点往南干，旅客请至内候机室候机。Attention please, passengers on New Air Flight B78759 1 PM to Nankin. Please proceed to the waiting area. Meizhi Liuying Hangkong B78759到班机13点南干，旅客请至内候机室候机。乘利荣航空B78759
班机13点往南干旅客请至内候机室候机。Attention please, passengers on Uni Air Flight B78751 PM to Nankin. Please proceed to the waiting area. Visit 柳营航空 B78759班机13点往南干 Luke 请至内候机室候机。
往南竿后埔旅客，请到丽荣航空后埔柜台。Waiting list passengers for 南竿 please head to the Uni Air standby ticket counter. 往南竿后埔的旅客，请对丽荣航空后埔的柜台。
我跟班的班上看单桌长，他就说长，啊，你外公去操作，总进奖的了，你操作，你操作，你就是我怎么可能不放啊？啊，你操作还是你，你叫我做坏事的，对不对？啊，你再讲白了，好，哎呀，你再讲白，好，你好，你帮你问我嘛呀，看外边会不会开开看外边。